原来在背着我藏好吃的。老公，给你泡米线。我吃米饭也行。果然有猫腻，我看你能不能忍住不吃。哦，这味儿真好，给我吃一个。要吃自己泡去。自己泡就自己泡。机会来了，果然藏了这么大个鸡腿，你没想给我吃，我也就不给你留了。不行，他又回来了，我赶紧先给他物归原位，不能让他发现了。好了，好，叮叮叮，有骨头，我就放心了。好险啊，差点就被他发现了，我得快点吃了。吃饱了。我慢慢吃。那你慢慢吃吧。嗯。啊！这啥呀？这是？啊！哎呦我的妈！酱肘子。哎呀，我吃酱肘子，我吃酱肘子。我的。这些肉都你的，我跟你讲，不行吗？嗯。啊！等我吃完你再吃。人家吃啥都跟着抢。这次让他看着我吃，看他能不能忍得住。今天这红烧肉真是太香了，好久没吃到这么香的肉了。我先吃饱了再说。我得好好看着点我的红烧肉，不能让他偷吃我。最后一块我也不给他留，他就慢慢享用他的酱肘子吧，太香了，再来碗米线填填肚子，吃饱了看他表演。他好像有点等不及了，我得快点吃完。你吃完了，我能吃吗？你吃吧。哎，嘿，啊！滚！这不光是生的，这也不是酱肘子呀！你一天净骗我。嗯？酱肘子。哎呦我的妈！我的大肚子。哦，我吃包子，我吃包子。哎，你吃这个，五个鸡蛋呢？鸡蛋你都不吃了？不是，我吃包子。吃啥都跟人家抢，那我也就不客气了，我先吃饱了再说。今天就好好给你上一课。带劲，我做的大包子那是相当带劲。
你就好好欣赏吧。这腊八蒜真好吃啊！嗯，好吃。姐妹们，我们吃的这个腊八蒜呢，是蒜。啊！这啥呀？这是啊！一个人。妈，你先吃。老公，别长的，你先吃。哎呀，吃饭咋不叫我呢？哎呀妈，这菜这么硬，这整点大米饭多香啊！这饼你就吃吧，又软又筋道。嗯。都是粗粮，妈你先吃。老公，你别叫了，你先吃。吃饭了，不叫我，这啥冻梨呀？那吃饭点不吃饭吃冻梨？软糯香甜的，老好吃了。呀。滚！这也太干了，哎，等你晾回去。哦，哎呦我的妈！妈，这鸡爪可老了，你先吃。老公，别叫了，你该不够吃了。我就闻着有肉味。哎呀，这咋炖的鸡爪呢？那能炖烂乎吗？自己整啊？这烂乎鸡爪你就吃吧，等你没牙的时候也能吃。哇，咋这么烂乎呢？媳妇儿，你咋做的？这我哪会做呀？今天吃的是18种辣活辣鸡爪，半火熬制8个小时，软烂入味，一咬吞服。
你看它里面的配料还贼干净啊，你看里面这个辣酱啊，是朝鲜族风味辣酱，贼好吃，你就拌个米饭拌个面条都贼香啊。我觉得哪来的味道呢，我还那么熟悉啊，原来是它呀，我在朝鲜族饭店总吃这辣酱。现在咱不用去延边也能吃到正宗的胡辣鸡爪。嗯嗯，太辣乎了。妈，你先吃。老公，别找我的，你先吃。嗯，闻着味儿了，我就来了。这是啥呀？哎呀，就是咸菜配粥啊，馒头。这咸菜你就吃吧，清脆爽口的，老好吃了。好吃啊，媳妇儿，这是啥咸菜啊？真好吃。它是湖南风味的一款小咸菜，嚼着嘎嚷脆，然后还不怎么辣，孩子也能吃。配个粥，来点小咸菜，嗯，真香。你看人家的盖子设计啊，带个开口器，翻过来一旋转就打得开，特别方便。媳妇儿，这在哪能买着啊？在我视频链接就能买。哦，这下雪了，天怪冷的，咱吃点热乎的重庆小面。来，你先吃。老公，你先趁热吃，别管他。哎呀，我这闻着麻辣的味道我就来了。这点的外卖呢？嗯，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媳妇儿，这个重庆小面的味儿确实是挺霸赛。但是咱以后能不能不再点外卖啊，会过日子点啊。选一个，我选小的，每次选大的都吃亏。我选大的，我后悔了。好，有账，我还是选小的。呸！哎呀，这家真香。父亲节搁家选对一回。哎呀，哎呀，嗯。鸡蛋给我吧。嗯，那我盘里不能再给我抢了啊。嗯，你还能多少？你还能好过我这猪蹄啊？嗯，你要我
真香。竟然拿芥末坑我！今天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吃饭了，老公。来来了。吃河粉，我吃卷饼。我吃煎饼，我不想吃河粉。你吃。
给我喝点玉米酒呗。米饭和文选哪个？我选米饭，米饭里有喝肉。想骗我？米饭，藏中间了，你又不知道啊？夹缝，夹缝里呢？没菜扣肉吗？没菜扣肉吗？别捣了，没有肉。白饭哪吃？吃饭咋不喊我呢？哎，我睡觉。自己整去呗。你给我等着。哼，有病吧你？人还没点招儿。一会儿我做完别抢我的啊。这不是卡，不是子弹卡这了，你都废了你。
哎呀，我尝尝。我吃饱了，我喝口汤。老不吃啊，你吃吧。快点的啊，饿死了。来了来了，等我一会儿啊。等你。